正常的脚踝往下要有50度，往上要有20度，内翻大约30，外翻大概15。跟你分享一个很简单的评估方式：你把脚掌放在离墙壁一个拳头宽的位置，然后膝盖往前，看你的膝盖能不能够碰到墙壁。如果你的脚踝受限，没有办法活动到正常范围的话，虽然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，但是全身可能会开始这里痛那里痛。受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膝盖和腰了。在人体动力链上，所有动作的起点都在脚踝，但是脚踝活动度受限，因为无感，就非常容易被忽略。今天我要让你知道健康的脚踝有多重要，还有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法来维持脚踝的活动度呢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sie。在物理治疗界中，俗称有最难推倒的三面墙。这三面墙分别是胸椎、髋关节还有脚踝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其中最无感的一道墙——脚踝。正所谓力从地起，脚踝是所有动作的起点。从走路的动作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身体跟地面连接的第一个关节就是脚踝。更进一步说，所有的运动，比如打羽毛球、高尔夫、拳击等等，只要会接触到地面，就会跟脚踝扯上关系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些运动都穿上很容易打滑的鞋子，是不是瞬间什么动作都做不好了呢？这种打滑的感觉会让力量传递不稳定，而稳定的脚踝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更好的和地面之间传递力量。那脚踝的活动度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来体验一下。想象我们在打高尔夫球上杆的时候，我们先用正常的姿势来上一次，记好这个感觉哦。接下来我们故意把前脚脚踝内翻，再上杆一次。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好像转不过去了？这是因为啊，打高尔夫球时的旋转动力链在传递到脚踝的时候，前脚是需要脚踝外翻的活动度的。如果锯下关节卡在内翻的角度，髋关节的角度也会连带受限，动力链传递不顺畅，除了会影响到整个挥杆动作的表现，你的身体也会为了要完成上杆的动作，强迫腰和肩膀代偿更多的角度持续运动下去，呈现出来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腰痛、肩膀痛。所以运动员如果有脚踝活动度受限的问题，就像比赛前先吃坏了肚子一样，还没开始就先占了劣势。以上讲的啊，都是额状面的内翻、外翻动作。脚踝还有另外一个近距关节，提供的啊是矢状面的背屈和直屈的动作。如果背屈角度受限，就容易造成膝超伸和骨盆前移的体态。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在蹲下的时候，骨盆提早后倾，导致下背痛。如果直屈角度受限，在走路的时候会影响到臀肌。让它无法发挥推进的功能，腰就会代偿过弓，走久了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腰痛。你先简单的记住这些前因后果就好，因为这些原理啊要讲清楚，会牵涉到非常复杂的肌动学。将来有机会啊，我再拍影片来详细说说。现在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全方位的提升脚踝的活动度吧。第一个动作，脚踝背屈关节松动术。一开始，左脚站在椅子上，拿一条弹力带绑在脚踝上，右脚踩住弹力带固定，膝盖往前弯曲。要注意，这时候左脚的足底三角要稳稳的踩在椅子上，脚跟不可以离开哦。弹力带绑的位置除了往后下拉之外，环境许可的话，也可以绑在某个地方。让弹力带往内绕过足跟，往左后方拉，带出一点足跟外翻的动作，可以顺便矫正足跟的位置。身体往前到底算一次，一共做12次，一天3组。第二个动作，脚踝内外翻关节松动术，保持一样的动作，跟刚刚一样。只是往前的动作，膝盖多一个往内的角度，利用膝盖往内的方向带动足弓下沉，增加脚踝外翻的活动度。这时候也要注意，足底三角要死死的粘在椅子上哦。
12次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做完内转，接下来我们来做外转，膝盖往外打开一点点，带动胫骨外转，拉起足弓。这动作要特别注意，大拇指不能翻起来哦。一样12次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第三个动作，我们用 PNF 的技术来增加脚踝背屈的活动度。脚一样放在椅子上，膝盖对准2-3脚趾，把身体往前推到脚踝的最大角度，保持最大角度的状态，用力的垫15秒的脚尖。外观看起来虽然没有动，前脚掌是要用力往下踩的哦。踩15秒之后，再往反方向出力，勾起来15秒。完成一轮之后，你的膝盖又可以再往前一点点，这时候你脚踝的背屈角度应该就变大了。一天做3组。第四个动作，功能性的脚踝内外翻。首先，左脚踩稳地板，大拇指朝前，右脚往左脚的前方越过左脚，屁股往左边推，让臀部侧移的动作来带动足弓拉起，全程足底三角都要稳稳的踩紧地面哦。这动作可以提高前足的稳定度，前足不稳定的人在做侧移方向的运动时，脚就很容易翻起来，本体感觉会变得比较差，也会比稳定的人更容易扭伤。12次之后，进入 Part 2，换方向。右脚侧移深蹲，左脚的足底三角全程都要踩在地板上，借由身体侧移的力量带动足弓往下沉，可以提高脚踝外翻的活动度，非常适合脚踝卡在内翻的人。12次之后，进入 Part 3，左脚不动，右脚往前跨一步，整个身体除了左脚之外都要旋转，带动足弓提起。折下之后换成往后旋转，带动足弓下沉，前后左右都做12下，一天做3组。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，要松动的那只脚，足底三角一定要提醒自己踩稳，别翻起来。这个动作的重点在于慢，不要太心急，做得像甩关节，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扭伤了。之前的脚踝扭伤影片我有提到，脚踝有两个主要的关节，分别是胫距关节和距下关节，让脚踝看起来好像可以做出360度的旋转一样。这两个关节，一个负责内外翻的角度，另一个负责背直屈的角度。任何一个角度受限，都会往上引起连锁反应。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运动表现，这些错误的连锁反应都会让关节不均压，产生各式各样的代偿。但身体啊，还没出状况之前，都很难被发现。今天教你的脚踝活动度运动，希望可以在出状况前就先帮你提早解决问题。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，很多人的前足功能性动作有问题，容易在走路的时候出现脚趾往外撇，外撇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拇指外翻。如果你也有这种问题，就代表脚踝和臀肌之间的动力链也有点状况了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下次有机会我再拍影片来说说。脚踝只是人体动力链的其中一个环节，甚至整个足踝本身还分成前足、中足、足跟的动力链。那我会继续努力，把这些知识都拍成通俗易懂的影片，让大家更了解物理治疗师的脑袋里都在装什么。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。会员专区会开始更新无广告的完整运动循环影片，有需要的可以加一下会员，同时给我一些鼓励，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脚踝活动度增加的运动适合在运动前做还是运动后做呢？欢迎把你的答案写在留言区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